今天造一个猪头肉啊，大猪脸，这是半个猪头，用西餐的方式啊，今天造它一口，尝尝怎么样？啊，嘎条吃，用刀嘎着吃啊，蘸点这老汤。嗯，大姐，我就爱吃猪头肉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？哇，二师兄，二师兄的猪头头一次这么吃啊，挺过瘾，震撼，哈哈。我的妈！嗯，这么吃还滚了。嗯，明哥吃东西讲究啥呀？口感必须爆棚啊，必须得滚，满嘴塞。哇，贵了，是咱想要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嗯，咋说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是猪鼻子，这应该是猪嘴下边啊，干的搂的，嗯，吃两个，哇，哇，大葱配大蒜，哇，猪嘴，猪嘴现在给拿下，哇，太爽了，哇。头一次这么豪横吃猪头肉啊，这一个猪脸花了我70块钱，半个猪脸，几斤不到，哎呀，哎，嗯，猪鼻子明哥没敢尝试，给我点勇气啊，干了猪鼻子，哇，哎，啥不敢吃，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它就剩一个孔了，尝尝啊，别慌别慌，人说吃猪蹄子就吃猪鼻孔最好吃，啊，嗯，确实不错啊，够用，嗯，这一根大葱快灭了。还有骨头呢，大葱上劲儿啊！小姑娘，明哥来一个。